唔係啊，但係出翻力咯，去買啲飯過嚟支持下大家咯。係你自己唔係唔係，我去買嘅啫，冇咁多時間，但係要行出嚟支持下大家咯。今日係啦，大部分時間抽到時間都會嘅，因為係香港人嘅事嚟嘅。每一日都好嬲咯，因為見到啲新聞都會覺得，點解香港會搞成咁咯？真係唔想再會發生一啲咁暴力嘅事件。而家出嚟行都係為咗防，唔想再有暴力嘅事情發生，唔想再有人受傷。因為其實打人嘅都係香港人，點解要自相殘殺呢？我都係醫護界嘅，我暫時冇嘅，係啦，冇嘅。但亦都唔想接觸到，因為唔想更加多有事嘅人出現喺新聞或者喺呢個社會度，因為實在太令大家痛心。可能唔好理自己係咩立場啦，你見到人咁樣俾人打，其實都係好有問題嘅。呢個社會係出現好大嘅問題咯。香港人一定要堅持咯，一定要抗爭，要爭取自己想要嘅自由。我哋唔放棄嘅話，我哋出盡每一分力嘅話，我哋其實為緊我哋下一代努力緊嘅。你諗起下一代如果冇曬所有自由，連發聲嘅自由都冇嘅話，我諗呢個已經唔係香港嚟㗎啦。大家好，出席咗嘅朋友，大家好。